游戏咯。好，我们正式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。你拿选哪位呢？妈妈，这个给你，你知道怎么玩对不对？先把它藏在后面，藏起来。然后等一下我会喊剪刀石头布，好不好？喊剪刀石头布的时候，你就拿出你想要猜拳的那一张牌，跟我们咪拿猜拳，这样子好吗？好，都会赢啦，都会赢。来，妈妈来到我们台前中间这里好吗？来，好，我要喊咪娜，你的也要藏在后面哦。好，来，剪刀石头布。是什么？我剪刀。你剪刀。剪刀，你是布，布赢石头，所以你赢了，这样好不好？来，恭喜我们这个妈妈赢了，是很简单，大家应该都觉得很简单吧？来，我们可以玩一下这个转盘，你用力的转一下，就给你讲了。是什么呢？积木收纳罐。好，我们得到积木收纳罐，妈妈你请中间，请我待会米娜颁奖给你好吗？稍等一下哦。就跟你讲。有不赢石头，不赢石头，好，逻辑好好哦，我要看很久。来，恭喜我们小姐挑战成功哦。这是什么东西吗？折叠后背包。折叠后背包在这边。谢谢。谢谢。来，这位漂亮小姐，你的牌。好哦，那我们一样哦，一二三哦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要喊剪刀石头布哦，剪刀石头布，有没有赢？有没有赢？有，赢了赢了，来，恭喜小姐，谢谢。那我们可以玩转盘哦。现场的贵宾朋友，是为了听到我保冰蛋，非常简单，礼物很丰富，邀请各位贵宾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活动台前一起参加哦。分个保鲜盒，分个保鲜盒。来，我们妈妈得到分个保鲜盒，跟我们蜜娜拍个照好不好？谢谢。来，现场的贵宾朋友们，我们活动持续进行哦。来，我一样要数，我数斯威尔咯。来，斯威啊，再一次是吗？好，来，大家放下放下，准备好咯。斯威啊，来，这位先生，石头布，赢了，好，来恭喜你，谢谢，来玩一下我们的转盘吧。拿到什么呢？熊本熊收纳罐。哦，熊本熊在这儿。来，跟我们的蜜娜拍个照喽。好，谢谢谢谢，进来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米娜没看到，米娜什么东西都没看到。来，我待会喊剪刀石头布，要拿一张牌出来哦。剪刀石头布，一样的，再一次。来，剪刀石头布，你好。
哎、欸，你们这个，赢了。好，蜜桃说赢了啦，好不好，妹妹？妹妹，你直接玩转盘好吗？来，你得到礼物了，去看一下你转到什么礼物。开心，谢谢你。保冰杯，保冰袋，袋好。来，我们妹妹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保冰袋，跟我们漂亮的 Mina 姐姐拍个照片好吗？好，你说好。来，我帮你拿。那么大的礼物，有开心吗？你有开心吗？可以吗？耶、yeah, ，再一张。辽波女人的隐形翅膀美丽秘诀哦，来，欢迎保命袋。嗯，好啦，很简单，就是我刚刚有提到我们的蕾丝是用，好，这好像太难了。好，我身上穿的这件是什么颜色？这样就好了，是这样的。妈妈来，妈妈，妈妈，你挑战成功，先玩一下我们的那个转盘。那下一位妈妈，我们邀请你来玩猜拳，好不好？猜拳也很好玩哦，哈。你要去前面才猜得到。